这不是在拍电影，谁死前都会见到我，不过谁也没有机会说了。哇，有什么？五分钟之后我们见面再谈吧。睡不死你。这个咸了，这个淡了，爸，你烧菜自己都不尝一下，这上面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嗯，你看看，叫我怎么吃啊？怎么搞的？火逢盛世，欢欢喜喜送华年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。新的一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梦想要去实现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准备。